Members of Congress, I have the high privilege and distinct honor 国会议员 of presenting to you 副总统 the President of the 以及国会议员我的美国同胞我现在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非常感谢议长先生副总统先生各位国会议员各位美国同胞我们这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在十五年之前恐怖主义打到了我们本土然后出现了我们新的一代美国人打了两场漫长和昂贵的战争我们看到笼罩着我们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经济衰退很长时间一直到现在都是对很多人来说一个艰难的时刻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揭开新的篇章今天晚上我们在对美国这是一个突破性的一年我们的经济在增长我们创造就业的速度超过1999年以来最快的速度我们的失业率现在已经低于金融危机开始之前我们有更多的孩子升学毕业率有所升高我们有更多的人获得了医疗保险我们对外国石油的依赖降低到将近三十年以前的水平。今天晚上，自从九一一以来，第一次我们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已经结束。六年前有将近十八万美国军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今天只有不到一万五千人我们对我们每一位男女将士这个九一一代人所做出的牺牲和短的勇气表示我们最大的敬意他们保护了我们的安全我们感谢你们为国家的服务对美国来说对我们所经受过的一切对我们所付出的艰难的努力以进行重新的振兴对我们所面临的更多的艰巨我们知道危机的阴影已经过去我们现在国家非常强大当前我们的经济在增长赤字在削减工业在发达能源生产一片繁荣我们已经正在摆脱我们的
经济萧条，我们能够比其他国家能够书写更美好的未来。因此我们现在要选择在今后15年我们以及多年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我们能不能接受我们的经济发展只有几个人能够从中受益，还是说我们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济，让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够有更多的收入和机会？世界现在有很多的恐惧和反应，那我们怎么样领导他们呢？我们就是只是打这种昂贵的战争，然后来让我们的军力疲于应付，那还是说我们是要有更多的智慧的一个领导，利用我们所有的力量来打败这些新的威胁？我们是不是要互相之间出现分裂进行内斗？那还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能够共同推进美国向前走？2个星期之后我要向国会提交我的预算，那里边的一些想法都是实际的而不是党派的，而且在今后数月以来的话呢，我将在美国各地巡演来阐述其中一些想法。因此今天晚上我现在不再一条一条的来讲我的一些建议，而更多的是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选择对我们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先从我们经济开始。7年之前， Rebecca 和 Ben Early 这对夫妇，他们呢是刚刚结婚，住在 Minneapolis。Rebecca 是做餐馆服务员，Ben 他是做建筑工人，他们马上就要生第一个孩子，他们年轻，在美国坠入爱河，一切都不能比这再更美好了。但是 Rebecca 在春天给我写了一封信，去年给我写封信说，但是我们谁能想得到呢，我们的住房市场和建筑市场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然后 Ben 的公司破产，他就到处打零工，哪怕就是要很长的一个通勤距离。 Rebecca 然后又拿了一个贷款，然后到社区的学校学了一个新的专业，改变他们的工，又找了一个新工作，他们相互做出牺牲，然后他们正在取得成绩，然后他们买了他们第一个家，有了第二个儿子 Henry， Rebecca 有了一个更好的工作，然后工资也有所生长， Ben 又做起了建筑业的生意，而且每天都回家全家吃晚餐。Rebecca 在信中说，这简直太美好了，你当你必须要做出努力的时候就能够重新站起来，我们是一个坚强而且关系紧密的家庭，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刻，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坚强而且关系紧密的家庭，我们也都一起经过了一些艰难的时刻。美国要知道 Rebecca 和 Ben 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他们代表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们努力的工作做出牺牲，然后又找到做出了新的改善和选择。我就是为了你们才竞选美国总统，我在6年前的今天就是思考着你们担任美国的总统。在当时是危机的最深的时刻，当时我站在国会，我就说我们要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打造我们的经济，那就是由于你们的努力，你们的坚持不懈，才使得我们国家有可能现在比过去更强大。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让这种外包的潮流给它逆转，把新工作带到美国。在过去5年，我们的企业创造了1100多万份新工作。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并保护我们的地球。今天，美国是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最大的国家，而且是风力生产最多的国家。每3个星期，我们现在整个，我们大概每3个星期所提供的我们的一个这个太阳能超过2008年的一个总和，而且由于这个低的石油价格，那这样每一个家庭，美国家庭每年可以节约750块钱的汽油钱。
我们认为我们也可以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为一个更有竞争性的世界做好准备。今天我们的孩子，他们整个一个数学以及语文分数都是最高的，而且高中毕业率也是最高的，而且我们有比过去更多的美国人完成大学的学业。我们认为合理的监管可以防止另外一场危机，能够让挽救家庭的破灭，同时还鼓励公平竞争。今天我们一些新的工具能够不再用纳税人的钱来救这些大公司，同时有一个新的一个保护我们的一个消费者的保护消费者的一些一个监管。那仅仅就在去年，大概有1000万美国人过去都没有保险，他们终于有了医疗保险。在迈每一步的时候呢，总是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是被误导的，或者是过于雄心勃勃，或者有人说呢，我们会破坏就业机会，赤字会爆炸。可是呢，我们发现呢，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十年来最快的，我们的赤字已经削减了2/3，股票市场翻了一番，那么健保的通货膨胀呢是50年来最低的。这可是好消息啊。所以裁决是很明确的，中产阶级经济是有效的，扩大机会是有效的，所有这些政策呢将会继续的发挥效力，只要不要让政治成为绊脚石。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工商业呢让它减缓，或者呢让我们的经济处于风险，把我们的政府关闭，或者呢把财务把它彻底关掉。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安全，我们家庭的安全受到风险，把他们所有的健康保险取消，或者呢把华尔街的每个规则辛苦的取消掉，或者呢是老的战役我们再重打在移民问题上。那如果有个法案呢送到我的跟前啊，带着这些错误呢，我就会把它否决。今天呢，由于经济的增长，那么复苏呢是触动了更多的生活，那么工资呢最后终于开始增长了。我们知道呢，越来越多的小企业主呢，他们计划呢要提高他们员工的薪资，这是比2007年的任何时候都要多。那么这要说的是呢，今天啊晚上我们在这里的人呢，我们需要呢把我们的目标看得更高。而不只是要确保啊，这个政府不来阻止我们正在取得进步，我们要做出更多努力啊，不只是不造成伤害，而要有更多努力。那么今晚啊，让我们在一起付出更多努力，来恢复这种努力工作和这个给每个美国人增加机会之间的这种连接。那么由于像 Rebecca 这样的家庭呢，仍然需要我们的帮助。 Rebecca 和 Ben 呢，他们还是在努力的工作，但是呢有时候他要放弃度假啊，放弃买新车，这样呢才能够去支付他们的学生贷款和为这个退休做储蓄啊。好像平胸晚上能够吃披萨就是一个大宴了啊。基本的这种照顾 Jack Henry 的这种照顾孩子的这个费用呢，是已经超过他们的这个房万街了。那就像数百万的这种努力工作的美国人一样， Rebecca 呢他并不是要求来施舍，但是他要求的是呢，我们去寻找更多的方式来帮助这些家庭能够继续向前走。事实上呢，在每个经济变化的每一个时刻，纵观我们整个历史，我们国家都采取了大胆的行动来适应新的形势，来确保呢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我们建立了劳工的保护、社会保障、老人医保、医保的救济，来保护我们免受最严酷的打击。
我们让我们的公民得到了中小学、大学的教育、基础设施、互联网，他们需要这些工具来尽情地发挥他们的才干。这就是中产阶级经济。那这个观念就是呢，美国做的最好的时候呢，是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都有公平的分担，每个人都遵守同样的一套规则。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分享美国的成功，我们向每个人都要来贡献，我们的成功都是贡献。所以呢，这个中产阶级经济要求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中产阶级经济呢意味着要帮助这些工作的家庭，让他们感觉到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呢，让他们感觉到更安全。这意味着要帮助那些人们啊，能够去照顾孩子，去上大学，有健保，能够有一个家，能够退休。那么我的预算呢，将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要为这个工作的家庭降低税，要让数以千计的美元呢，重新每年送回到他们的口袋中。我举一个例子。那么在二战的时期呢，就像我的祖父啊，他们这些人，他们呢，参加了战争。那么很多像我祖母这样的妇女呢，参加了劳动力大军。这个当时呢，国家就提供了全民的这种幼儿照顾。那么在今天的经济中呢，当两个家长呢都要去工作呢，这是因为出于经济的必要，他们必须这样做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够负担得起的，而且高质量的儿童照顾，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并不是一种奢侈，这是一个必须。所以现在呢，我们应该去把这个照顾儿童呢当做一个不重要的问题，或者一个女性的问题，而呢要把它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的优先问题，是对我们所有来说都很重要的问题。因此呢，我的方案呢要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而且可以承担得起的这种照顾婴儿，让每一个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啊，都能够得到。我们要给这个每年每个孩子给他$3,000的这个新的减税额。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地球上是唯一的这个发达国家，没有保障，就是我们的职工可以有带薪的病假或者是带薪的产假，430万的员工是没有带薪的病假。你想想这个数字啊，四千三百万，想一想啊，那很多这个家长他总是要想他拿工资而不能在家这个去照顾生病的孩子，所以呢，我呢要采取新的行动，帮助各州去落实每个州都能够有个带薪假的法律。那么因为这个，我们就华盛顿就我们就开始投票，给我送来一个法案啊，可以让呢美国的每一个员工都能够有机会。每年都会有7天的带薪假，这是正确的事情。当然了，就是帮助这个家庭最好的就是高工薪，因此呢，国会呢仍然需要透过像公共一样法律来确保男女同工同酬。别忘了，这是2015年了，是时候了。我们仍然需要确保呢，员工呢能够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加班费，而且国会的每一位议员呢，他们仍然拒绝去提高最低工资呢。我要对你们说啊，如果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工作做全职的工作，而且呢每年不到15,000美元就能支持一个家庭，你自己试试看啊！如果你做不到呢，请你投票支持给这个千百万努力工作的美国人，给他们加工资吧。
这些想法呢，并不会让每个人都去发财致富、也不能够缓解每一种苦难，这并不是政府的本值、但是呢，给努力工作的家庭一个公平的机会。我们呢需要有更多的雇主呢能够看，就是不只是看你下一个季度的这个收支表，要认识到呢你在劳动力上投资呢也是符合你公司的长期利益。我们需要呢通过法律来加强而不是弱化工会，给美国工人们一个发言权。但是呢像照顾孩子啊，病假呀，还有通工通酬啊，还有呢就是降低这个按揭的这个首付啊，还有更高的最低工资啊，这些想法呢都能够对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呢带来真正的改变，这是个事实。这是我们所有的人啊，共和党人还有民主党人啊，我们到这儿来工作的，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要确保啊大家呢今后往下走的时候还能够保持高工资，我们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来保证美国人提高他们的技能。那么美国呢在二十世纪呢能够兴旺发展，是因为呢我们让高中去免费，让我们的这个军人呢退伍之后上大学，训练我们最佳的世界最佳的这种劳动力大军。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中呢其他国家赶上了我们。那么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呢就是知识会得到报偿啊，这是比以前都更凸显出来，我们呢就需要做出更多的事情来。那么在这个十年的最后呢，三个工作中有两个呢就需要某种类型的这高等教育啊，三分之二。可是呢我们这个国家呢还有很多这很聪明很努力的美国人呢，他们呢由于这个教育成本太高，他们没法承担得起，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而且对我们未来来说呢也是不明智的。因此呢我呢送给这个国会一个大胆的新的计划，要把社区的成本降得很低，降到零。大家请记住，我们有40%上大学的学生都是选择社区的大学，有一些他们年轻刚刚步入生活，有一些年纪更大他们在寻找更好的工作，有一些是退伍军人，还有一些单亲父母，他们想重新进到就业市场。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个计划都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能够让你一个新的经济做好准备，而不用借很多的钱。要知道这是你必须要通过努力，你必须要保证你的一个分数，而且你应该是按时来毕业。在田纳西这个州的话呢，它是共和党是领导人，在芝加哥这个城市是由这个民主党控制，但是他们都显示了这种免费的社区学院是可能的，所以我想把这个想法能够在美国普及，因此两年的一个社区学校都变成像今天高中一样在美国都不收费。好，我们一定要走在任何潮流的前列。此外，我还想和这一届国会共同努力，来确保我们所有这些已经在偿付他们这些学生贷款的时候的话呢，能够减少他们每月的付费。这样的话呢，不会让这些学生贷款压得他们实现不了自己的命。感谢副总统拜登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培训系统，因此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社区学院能够帮助当地人，比如说像比如说编码呀、护士啊，还有机器人等等培训能够。那今天晚上我还想来要更多的一些公司，就像 CVS 或者 UPS 这样的话呢，他们有更多的这种教育的一些福利，能够还有一些学徒的计划，那么还包括有一些像这些没有受高等教育的人，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那我们又有一些新一代的退伍军人回家，那我们呢也就欠他们，要他们实现他们也值得保护的美国梦。那我们现在已经的话呢，为我们这些退伍军人更好的照顾，已经有更好的照顾。那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些能够改变了，像很多退伍军人要等两年然后才能得到他们的一些福利，我们也能更容易的给他们进行培训，让他们找到更多的一些这个工作。那这个 Michelle 和 Jill Biden 两个人，他们开始了一个在美国的全国的运动，能够帮助将近70万退伍军人还有以及军人家属找到新的工作。
那对美国的每一位 CEO， 我再重复的呼吁，如果你们要想雇一个能够完成工作的人，那你就招募一个退伍军人。最后，随着我们进一步培训我们的工人，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经济有更多的高薪工作，能够让我们这些工人得到这些工作。自从2010年以来，美国已经有更多的减少这个税率，已经超过欧洲、日本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我们的制造厂商他们增加了将近800,000个新工作，那还有一些我们像汽车业呀、等等这些基础性业也都在发展，但是有数以百万人他们工作甚至10到20年都没有，比如说像谷歌、eBay 还有特斯拉这样的工作，因此没有人知道哪一个产业最后的话呢能给未来创造工作，但我们知道的是我要他们在美国，这个我们知道。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中产阶级经济的第三部分就是要打造一个最富有竞争力的一个经济，在这些地方公司都愿意办在这里，也愿意在这里招募工人。二十一世纪的公司就需要二十一世纪的基础设施，要现代的港口、更坚固的桥梁、更快的火车以及更快的因特网。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过去呢在这方面都是有同样的观点，那现在我们就应该定出一个更高的一个嘛，不要再看一个单一的一个石油输出线，我们来通过一个两党都支持的一个基础设施一个计划，能够给我们有每年增加有30倍的工作，让我们的国家在今后几十年都更为强大。二十一世纪的公司包括一些小公司，他们都必须要把更多的美国产品卖到海外。今天我们的公司出口超过过去以往任何时候，而且出口公司往往工人的工资高。就在我们正在讲话之际，那么中国他们想能够改变世界的规则，成为一个增长最快的一个地区，那就像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工人就处于不利之处。那为什么我们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应该来书写这些法则，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公平的一个工资。所以我在要求我们两党能够给我能够一个贸易促进的一个授权，保护美国工人，有保护我们和亚洲以及欧洲国家所签订的新的贸易协定，虽然不是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是公平的贸易协定。我是第一个要承认的。那过去这些贸易的协议的话呢，有的时候的话呢可能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我们想的这样好处，所以我们就要找到这些国家，然后的话呢我们不要再为它做出牺牲。我们95%的我们的客户呢都在我们的国界之外，所以说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不要这些机会。我们有一半以上的一些生产制造公司，他们都在寻找把公司带回美国的一个机会，我们给他们更多的一个理由，让他们就这样做吧。二十一世纪的公司将取决于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科研。我想应该美国能够我们整个一个消除了小儿麻痹症，然后我们又排列了染色体，那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更正确的一个时候，能有更好的一个新型医药的一个时代，我们来领先。我们在有一些地方的话呢，我们有一些出现了一些难以医治的疾病，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说，我们要一个精确仪器技术，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治疗癌症、糖尿病，这样能够我们有一些更个人化的信息来保证我们自己有我们的家庭更为健康，我们可以做到。我打算要保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因特网，这样它能够进入每一个教室、每一个社区，
能够要帮助那些人打造速度更快的网络，那我们下一代的数字创新家以及创业家，他们就要这样一个平台来改变整个世界。我想让美国人能够在这个竞赛当中来取胜，能够找到更新的一些就业，比如说像这个，像把这个日光变成这种液体的燃料，能够有这种更革命性的意志。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很多退伍军人可以和他的家人可以继续玩捉迷藏，而且我们能够来走出太阳系，并不仅仅是看看而已，而且是留在那里。在上个月，我们发了一个新的宇宙飞船，这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像，把我们的宇航员送到火星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我们两个月来准备，将在太空中停留一年。好，那这个 Kelly Captain， 希望你好运，一定给我们发些照片回来。好，那么真相是呢，那么在比如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这些问题上呢，我知道啊，那么在国会啊是有两党的支持的，两党的议员都跟我说过。那么我们有时呢经常呢是遇到障碍是呢，就是说为这些投资我们如何去支付这些投资。那么作为美国人呢，我们呢只要税收是公平，别人也这样做的话，我们都不介意的。但是呢太长时间以来啊，这个游说人员把这个税法都变得很怪，有很多的漏洞，让一些公司呢好像什么也不用付，而其他呢要付很多的税。他们让这个税法呢有很多的这种赠款，那个超级富人其实都不需要，那么又让很多中产阶级呢却得不到这种税收的好处。今年呢我们有机会要改变这一点，让我们关掉这些漏洞，这样呢我们不用再去补偿那些公司呢，他们把这个利润弄到海外，我们不要去补偿他们，我们就补偿那些在美国投资的公司。让我们用这些省下的钱呢去重建我们的基础设施，让它呢能够更吸引更多的公司把就业呢来带回美国，把我们的这个体系呢变得更简化，让这个小公司的业主呢能够去用自己啊，用自己的这个银行声明啊去来报税，而不是呢请一大堆的这个会计来去做。那么让我们来填补这些漏洞啊，这些漏洞呢造成了一些这个不平等，让这个1%的这个最高收入者呢不去交税啊。我们需要呢用这种税呢，那么真正保证能够努力工作的家庭，让他们孩子让送他们上大学，我们要一起来努力来实现这一点。我们一起来努力是能够实现的。帮助啊努力工作的家庭们啊，这个维持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应有的工具，能够得到高薪的工作，在这个新的经济中，那保持这种情况，能够维持我们的增长和我们的竞争力，这是美国需要走的方向。我相信呢，这也是美国人民希望走的方向。那这会使我们的经济呢更加的强劲。一年之后啊，15年之后。啊，进入这个世纪这多年之后呢，都会更加的强壮。当然了，那么这个新世纪啊，有一点呢，我们一个新的教训就是说呢，我们不能把我们在国内的工作呢和我们在国外的一些挑战分隔开来。我呢，作为这个美国三军总司令的第一个职责就是捍卫美国。为了做到这一点呢，这个问题就是呢，并不是说美国是不是应该在世界发挥领导力，而是如何发挥我们领导力。当我们做出一些莽撞的决策的时候呢，按照新闻的一些简单的消息的标题来去做反应呢，而不是用我们的头脑的时候呢，那么一有挑战呢，我们的反应就是去派兵啊等等，我们就会有这样的风险，就让我们去被拖入一些毫无必要的冲突中，而且呢忽略我们更广泛的一个这个战略，来建立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世界。这是我们敌人所让我们做的。那么我相信呢，一个更明智的这个美国的领导力啊，我们领导力发挥最佳的时候呢，是我们把军事力量和最强有力的这个外交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发挥我们的实力，同时呢结合联盟组建，我们呢不让恐惧来遮住眼睛，从而看到新世纪带来的机遇。我们正是在这样做的，那么就在此时，就在全球，它正在带来改变。
那么首先我们团结一致，和世界各地的人民团结一致，他们受到了恐怖分子袭击啊，包括巴基斯坦学校到巴黎的街头，我们将会继续的追捕恐怖分子，打破他们的网络，我们保留权利啊，单方面行动，就像我任职之后呢，一直在不懈的去做，去剿灭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对我们和我们的盟友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学会了一些昂贵的教训，在过去的13年来。那么有时候在阿富汗的街头和山谷呢，我们不是自己来巡逻，而是呢训练当地的安全部队，让他们发挥主导作用。我们的军人付出牺牲来支付这国家的首次的这个民主的过渡，而不是派更多的军队到海外去。从南亚到北非，我们去合作，我们去不让恐怖分子有这个安全的避风港。在伊拉克，在叙利亚，美国的领导力也包括我们的军事力量正在制止伊斯兰国的推进。我们没有陷入另一场中东的地面战争，相反呢，我们领导一个广泛的联盟，包括阿拉伯国家，削弱并且最终摧毁这个恐怖组织。我们还支持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他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努力，并且援助世界各地的人民，他们挺身而出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努力呢，将需要时间，需要集中精力，但是我们会成功的。那么今晚我呼吁国会向全世界显示，我们在这个使命上是团结一致的。我请国会通过决议批准对伊斯兰国使用武力，我们需要这样的权威。第二，我们显示了美国的实力和外交，我们维持这样的原则，就是大国不能欺负小国，我们反对俄罗斯的侵略，支持乌克兰的民主，并且确保我们向让我们的北约盟国放心。去年呢，就在我们努力的去很艰苦的去实施制裁和我们的盟国一起来制裁的时候呢，有人说呢，这是普京的这个侵略呢，有人说他是他故意的去使一些这个战略和这个实力的这种轨迹。但今天我们来看啊，是美国在和我们的盟国一起来团结和坚强的站立着，那么俄罗斯的却被孤立了，而且他们经济呢是一塌糊涂。这就是说美国如何发挥领导力，并不是在那儿去一劲使蛮力，而是呢持续不懈的有这种坚定不移的决心。在古巴的问题上，我们在结束呢一个这个政策呢早就过期的政策，我们把它结束。如果你做一个事情做了50年还没有效的话，应该换换新的东西了。那么我们在古巴政策的这个转移呢，有可能有个结束啊，我们这个半球的彼此不互信的这个气氛，而且呢，排除那种古巴的那种对人们的限制一些这个虚假的这个借口，而且呢，能够挺身而出捍卫民主的价值观。而且呢，向古巴的人民伸出友谊之手。那么国会呢，应该去努力呢，去结束禁欲。那不就像教宗方济各圣座所说，外交啊是一小步一小步的这种工作，这些一小步一小步呢，加起来呢，就能够成立一种新的希望，是古巴未来的新的希望。那么在多年入狱之后呢，我们很高兴看到艾伦格罗斯现在又回到自己的家了，欢迎你回家 ，Alan。
在伊朗问题上呢，我们外交正在发挥效力。那么十年来第一次啊，我们制止了伊朗核项目的进展，把他们的这个核材料的库存减少了。那在现在到今年春天呢，我们有机会能够谈判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能够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来保护美国和美国的盟国，包括以色列，同时呢又避免另一场中东的冲突。当然没有保证这个谈判一定能够成功。那么我呢会保持啊所有的选项放在桌面，来防止伊朗成为核国家。那这一届国会现在又通过了一个新的制裁一个法案，要是实施这样的法案，那就是肯定要使我们的外交失败，而且让使我们美国能够和我们的盟国不一样，而且也更难实施这样的一个制裁，而且肯定还会促使伊朗能够再开始它的核项目，这没有丝毫道理。所以任何在现在的话呢，要是给美国任何新制裁的法案，我都会否决。美国人民希望我们把战争作为一个最后的手段，我就打算就按照美国人的意愿这样做。第三点，我们要看一些我们在过去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为我们未来一百年所面临的问题。不管是哪个外国还是哪些黑客，都不应该能够让他们能够让我们的网络能够瘫痪，偷我们的一些工业的秘密，并且来侵犯我们美国家庭和儿童的隐私。我们确保我们的政府利用各种情报能够来应对网络威胁，就像我们反恐一样。那今天晚上我敦促这样一个国会能够通过一项立法，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应对网络攻击以及身份的盗窃，来保护我们儿童的信息。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基本的事情。我们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就会处于容易受攻击的情况。但如果我们要这样做了，我们就能够继续保护这些能够给我们带来无穷机会，能够给全世界人带来无穷机会的这些技术。在西非，我们的军队、科学家、医生、护士，还有我们的医务工作人员，正在遏制伊波拉的蔓延，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制止了这一个疾病的蔓延。我对他们感到无比自豪。我感谢这届美国国会，感谢你们这个多政党的支持他们的努力，但是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的世界需要利用这样一点，这样的一个经验教训，来有一个更好的全球的一个网络，防止未来的一些大规模传染疾病的发展，而且能够有更好的投资来遏制贫困。在亚太地区，我们在正在和给我们的一些盟友现代化，能够让其他国家也必须按规则行事，他们怎么样贸易，怎么样解决海事纠纷，怎么样能够在满足到像在全世界这种核不扩散以及救灾方面的各种国际挑战。没有任何挑战像气变给我们未来子子孙孙构成最大的威胁。2014年，这是有记载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一年并不能代表一个趋势，但是这个就会代表我们在进入这样一个世纪，15年之后有14年的话都是创纪录的热。我听到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例证，他们说他们不是科学家，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我也不是科学家，但是你们知道吗？我知道有好多好的科学家，他在美国宇航局，在美国的海洋和大气局，在我们美国的大学，那所有的世界上最好的这些科都告诉我们，我们人类的活动在改变气候。如果我们要不采取有力的一些行动，我们就会看到海平面的上涨，而且会有更热更高的这种浪，以及的话呢更危险的旱灾和水灾，而且还有更多的扰乱我们生活的各种自然灾害。
在全世界都会这样，有更多的中东，更多的饥饿。那五角大楼就是说，整个气变的话呢，就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所以我们就应该像应对国家安全一样采取措施。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六年以来，我们比过去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制止气候变化。从我们使用以及生产能源的方式开始，我们也才开始能够有更多的公共的土地和水。那也就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儿童能够受到我们所的行为未来受到影响。我决心要使得我们美国领导能够导致国际上采取行动。在北京，我们和中国达成了历史性的一项宣布，美国我们将减少碳排速度一倍，而中国也第一次承诺他们要限制他们的排碳。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联合在一起，那其他的国家也都紧紧跟上。我们希望今年这个世界将最后能够达成一个协议，能够保护我们大家共同所拥有的地球。我们的领导力当中还有最后一项支柱，这也就是我们价值观的例子。那作为美国人，我们尊重人类的尊严，即使在受到威胁时也是如此，所以我才禁止有任何折磨的行为来而且我来确保我们能够有限的使用我们像无人机这样的一些新技术。这就是我们在反对这些反犹太主义在世界一些地方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表示反对。我们为什么才继续能够要不能够对我们大多数穆斯林用这种对他们进行攻击？因为他们也都和我们有这种和平的愿望，所以我们才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而且我们要求能够释放政治犯，而且减少对女性、少数族裔或者这些男女同性恋或者双性恋或者是变性人的他们所有的权利。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不仅是正确的事情，而且还会使我们更加安全。作为美国人，我们坚信死正义和司法，因此花300万每一个这个监狱能够花这个300万美元，然后来开一个监狱，让世界这话呢也都谴责，而且的话呢，恐怖主义利用它来招募。自从我当政府以来的话呢，我们现在把整个这些减少了一半。现在我们在这个关塔纳摩的东西马上就要结束，而且我决心要最终把它给关闭。因为它不代表我们的价值。作为美国人，我们珍视我们的民权和自由，我们必须要坚守这样的一个信念，只有这样才能够从其他国家和其他的一些产业能够得到最大的协作，来共同来打击恐怖网络。有一些的话呢，已经不再讨论我们的一些建筑项目，但是我没有，就像我做出的承诺一样。那我们这些情报部门，他们也是就根据我们其他一些专家的建议，能够增加透明度，能够有更多的保护，能够让人们不要滥用这些问题。在下个月我们将公布一份报告，我们怎么样能够兑现了我们的承诺，使得我们的国家安全，而且保护我们的隐私。我们展望未来，我们不是只看过去，我们要用我们外交力量，而我们要是能够正确的使用我们的武力，我们打造我们的同盟，而且呢一定要身体力行，这才使得我们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使得我们能够强大。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要自己永远都是坚持最高的标准，我们自己的标准。各位知道，大概10多年以前，我在波士顿做了一个讲话，我说的没有说自由派的美国或者保守派的美国，黑人的美国，白人的美国，我们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
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我自己的一生就亲眼看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就像给我这样的人，给我一个机会。我在夏威夷长大，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种族的总和，而且我最后在伊利诺伊安家，这是一个小城镇，有丰富的农田，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而且就在这个地方，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还有独立人，都是这些好人。所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党派人、不同宗教的人，他们都有共同的价值。在过去六年以来，那么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分析家，他们不止一次地说，我担任总统期间并没有体现这些愿景。他们说，哦，这简直是太具有讽刺意了，我们的现在这个政治上分裂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那这个的话呢，不是说我们错，他没有更多的一些例子，但是呢，这整个这种看法本身就是错的，是天真的。我们现在在华盛顿有太多的人，他们其实能够从这种党派之争他们能够获益，所以他们不愿意我们做任何事情。我知道这种玩世不恭确实可能很有吸引力，但是我仍然认为呢，这种玩世不恭者是错的。我仍然相信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仍然相信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即使是面临重重的困难。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呢，我在这六年来一次又一次呢，我看到美国表现出了最佳的方面。我看到呢，这个年轻的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各大学的新毕业生，他们的这充满希望的面孔。我们在西点军校、安纳普利斯、科拉多斯普林和新伦敦这些军校的这个新军官们他们的脸。我呢，在 Tucson。在 Newtown 和一些悲伤的家庭，我们和他一起哀悼；在波士顿，在西德州，在西维州，我看到美国人，他们呢，从我们的海湾到我们大平原，战胜艰难险阻和灾难，还有在中西部的流水线上，还有这个大西洋中岸的这个海边啊，我看到有这个同性恋的婚姻呢，他们一开始呢是个分裂性的问题，让我们去彼此分裂，而变成了一种我们国家的这个各地的一种自由的故事了。现在呢就变成一个这个，在很多州都变成了一种合法的，在美所以呢，我知道呢这些好的、美好的、这些乐观的这种美国的这种人的慷慨大度，每天我都能看到都在身体力行的来体现呢，我们都彼此互相帮助，像兄弟姐妹一样的互相帮助。那我知道呢，他指望着我们呢都要去好好的来服务，来树立更好的榜样。所以今天呢，对我们此间在座的人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问题就是呢，我们如果能够更好的反映美国的希望我跟很多在座的一起在国会做过事情，我认识你们很多的人，我知道呢，在这个国会这个民主党共和党两侧呢都有很多的好人。那么很多人跟我说呢，这个呢就是你们当初要做这个事情的这个原因，就是彼此呢在这个电视上的去争论啊，不断的去募集资金还有呢经常是看看是不是你的这个选民基这个群体是怎样对你做反应。你并不是想这样的想象，就是我如果我们打破这些旧的这个模式，想象一下我们能够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会怎么样呢，就知道就是一个更好的政治并不是说这个民主党人放弃他们的意识形态，或者呢是共和党人只是完全接受我的真正更好的政治呢，是我们彼此互相的去拿出我们的风范来，而不是呢靠我们的最一个基本的这种恐惧更好的政治并不是我们彼此去妖魔化，而是呢我们去谈问题、谈价值观、去谈原则、谈事实，而不是说嘿，我把你逮着了，或者是对那些小事争论不休，或者是去制造一些假的争议，而跟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日常生活是没有关系的这些事情。那么，一更好的政治
就是一个更好的政治，就是我们呢应该花少一些时间去沉浸在这种黑的这种钱去来登广告，让我们去把它都把我们带到一个很下三滥的这种水平，而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呢把我们的年轻人把它提升上来啊，给他们带来一种这个目的感，一种让他们看到机会，让他们看到可能，请他们呢加入我们这个伟大的任务来建设我们的美国。我们呢我们会有争论，但是我们要争论呢要有物有所值，让他们这个是能够配得上我们这个国会，配得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仍然可以去啊，在这个女性可以有权去做选择上啊，我们可能意见可能还不一致，但是呢我们应该同意的是呢，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啊怀孕或者堕胎呢已经现在是创纪录的新低了，这是个好事情，我们可以同意这一点。而且每个女性呢都应该能够获得她所需要的健康保健，我们这点是可以同意的。是的，那有的时候呢在这个移民问题上呢确实有些这个很情绪的很激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一个这个年轻努力的这个学生啊，而我们呢就可以同意呢就是一个辛勤努力的母亲啊，如果把她从和孩子让她分开，这点就是不好的。而且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可以去改变一个法律去维持我们的传统，让我们国家既是法治之国又是这个移民之国，就是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同意的是这个选举权是神圣的啊，那么很多人被剥夺了选举权，那么在这个从塞尔玛到蒙特马利的这个大游行的50周年之际呢而且也是通过了这个投票权法的50周年之际呢，我们可以团结在一起，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让这个每一个美国人投票更容易。我们对弗格森或纽约发生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视角，但是呢，我们能够懂得啊，一个父亲呢，可能如果看到他儿子走回家都感到害怕呢，我们应该能够感同身受啊，希望他能够走回家不被骚扰。我们。确实呢我们能够同意呢这个好事情是就是在40年代第一次就我们的犯罪率和这个坐监率呢都已经下降了。那我们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起点，对民主党人共和党来说啊，我们还有社区领袖和执法界来说呢，都把它做个起点来改善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让它能够保护和为我们所有的人来服务。那么那才是更好的政治，那才是我们如何能够重新建立这种信任，那就是我们如何呢让我们的国家向前发展，这是美国人民所希望的，这也是他们理应得到的。我已经不再需要竞选了，我唯一的政纲啊，我知道呢，因为我赢了嘛啊。所以我唯一的议事日程啊，就是对今后两年来说唯一的议事日程，就是跟我宣誓就是在国会的台阶上宣誓就职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说我相信啊，要做对美国人来说是最好的事情。如果您呢跟我的这种愿景列出的愿景是一样的呢，我请你今天跟我一起来努力，携手来努力。如果你对我的愿景的一部分的不同意呢，我希望呢至少呢就是在我们同意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携手努力。就是我呢会为征询这个共和党人的意见呢，我们来一起来努力啊，来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的强大。因为我需要呢我们这个国会啊，希望这个国会我们这个华盛顿能够来反映事实，也就是说呢我们有很多的盲点，有很多的缺点，可是呢我们呢是有力量，有这种这种宽宏大量这种精神的这个人民，我们能够弥合我们的分歧啊，能够团结起来来共同的努力，来帮助我们的邻居啊，就是我希望我们的这个行动去来告诉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社区，就是你的生活是
重要的，我们去致力于改善你们的生活，要给你们这个机会啊，就像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努力一样。那我们呢，就是我们的分歧呢，我们认为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好的一个长处。我们希望呢，我们去来尊重我们每个公民的这个尊严和价值啊，不管是男是女，或是年轻还是老人，还是黑人还是白人，还是拉丁裔还是亚裔，移民还是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啊，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就是还是有这个头脑有这个心智啊，身体有残疾的美国人，我希望大家呢都成长在这样的国家中，跟那个向世界显示，我们仍然知道，就是说，我们仍然是美利坚合众国啊。不仅只是一些共和党州或者民主党州，我们仍然是美利坚合众国。我想让他们在长大这个国家，那年轻的母亲，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给总统写信，然后总结他过去6年的生活。真是令人感到神奇，当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可以重新能够崛起。我们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共同度过了艰难时光。我的美国同胞，我们大家也是一个坚强、关系密切的大家庭，我们也一起度过了一些艰难的时光。我们这个世纪过了15年了，我们已经站起来，掸去身上的尘土，然后开始再造美国的行动。我们打造了一个新的基础，我们要谱写最更光明的未来篇章。我们大家一起来书写这个篇章，我们现在就开始努力。谢谢，神佑大家，神佑这个我们热爱的国家。